其实不是，这就正常的比赛的节奏。我们看到，好，就我赛前预测的就是啊，当然在技术方面肯定是魏瑞要更胜一筹了，但是这个精英还是要去竭尽所能去冲对方，把对方冲乱。只要把对方冲乱，越乱，然后这样的话呢，才会更有机会。对，嗯，如果跟对方拼技术的话，我觉得魏瑞的这种刁钻，这种杀手锏，确实不好打。对，他的方法也多，对，就是而且魏瑞的，就是我们觉得比较恐怖的地方，就在于他能够预判对手会出什么招，他抓机会的这种能力，所以他找对方漏洞的这种能力。对，哦哟。所以刚刚你讲那一点就很重要，就精英只要乱就行。哎，是、啊。你让他预判不到，你会怎么样？啊，精英现在开始换架了啊！精英现在开始换架了。